对台北刑务所，然后我们透过研究清楚知道它有很多的构造，包括地上的监狱围墙、地下的水道都是过去清朝前墙时构筑的，这是两年前就开始讨论的事情。那过去在文字委员会议上面其实也清楚做成决论，未来任何的开发一定要先视觉确认不会破坏这些遗构才可以进行。那两周前我们就很惊讶发现，哎，其实陆陆续续这些没有经过文字委员会议同意的工程就在做了。那这样的状况其实让我们觉得很痛心，就是严格算起来111年的水道系统，而且它持续在运作着，持续其实在处理台北，我们就是有这个多雨，然后会有短时间排水的问题。那这样子兼具实用和文化意义的构造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好好认识，实在是非常可惜。与此同时，相关都市计划、西部计划还在进行。那为什么在一切都还没有确认的时候，就是处理的这么粗糙？我们实在是觉得有很大的改善空间。那很希望今天的会刊，可以让他应该获得重视得到。谢谢。哦，另外两边都是，但是这边水泥盖起来。从这边最少现在所看到的，从这边我刚刚才量过，15.4公尺。从这里到最少是，我的意思不是说所有哦，我要强调是今天看到的而已哦。哦，那事实上我就相信其他地方应该很好。去年的台风天也是一样，8月的时候在那个对，在爱国中心那边看到。素梅，你记得现在在哪里吗？我有点查，要不然等一下也许你可以过去看看，是吗？也是在，对，在靠近，现在其实看不到，因为又哦又盖起来了，对，所以我们就说，其实这个爱国东路另外一侧也一样有这样的东西。事实上，这个是一个系统，我们强调它是一个系统，整个系统，而且这个系统目前还在运作，老古董，不是说放在博物馆里面的古董，它还是在运作中的一个老东西。陈亮老师应该最清楚了，因为当时他拆了900多公尺的城墙，对，那其实是很大量的石材。哦，你可以看到从一辉阁哈台北城的石头拆下来的。我昨天才跟那个产发局的人通电话，我当然是有点开玩笑了，其实也不是开玩笑啊，我说这个地方应该用玻璃盖起来。就让大家可以看得到整个景观，也看到对未来这些都是暂时。他现在的都市计划、西部计划还在讨论。对对。然后这个其实所有的这些infrastructure也都是，对，都是暂时的。对对对对对。所以包括草皮，它一方面有点要因应附近居民的意见啦，不能太脏乱啊等等，这个我们也理解。可是像这些的工程进行中，会不会就直接破坏它了？其实都是没有人监督。工程也有来，预备做哪些事情？我跟各位报告一下哈，因为这我们在开挖，我们只有种水沟盖。但因为水沟盖在这里做的时候，这里会滑下来，所以这一段是我们重新做的，没错。其他的部分就像这样。旧的，我们只有做一个沟盖而已，所以没有动到什么，把里面的土清一清，就这么样而已。所以里面没有看到这种石头的，那一边有看到什么？都没看到，都只有这个烂泥啊，淤泥在里面啊。但我们这里也没有动啊，就把沟盖拿起来而已。可是像后边那边这样封住，它打开来，对啊，所以刚刚也很清楚，这些东西都是临时的而已，因为以后的西部计划还会再出来，所以这种临时也许一年两年，也许三年就不做了，就可能我跟你报告哦，这个案子的推动不是我们要进来做，是里长的强烈建议，经过市府的同意以后，
七公所委没有经费委由我们来做，我们接了很多。我了解。我们其实完全不是要怪责贵单位了，只是觉得在沟通上面有些重要讯息没有被传递给你们。哦，因为其实有一些重要决议是文化局的会议上面有讨论过的，那对，因为里长施压等等，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就我们只是一个来工作而已，对，完全没有说对这一个部分。后来本来自来水要进来做太管，因为那里有漏水嘛，这里面以前就是居民的地方嘛，是，所以里面有水，他们本来要来太管。我们跟他讲说，街道有一个，因为梁先生有来看现场嘛，所以说他们就不来做，而且以后这里好像有要做另外的开发或做什么的，我们不了解。对，我们是施工单位啦，真的蛮委屈的。了解，我们了解。我们重点不是要来怪责施工单位，其实是因为议员也来咨询我们呢、啊，李庆元议员啊，什么议员都有给我们压力、啊。我们也遭受到我们的主管说，为什么不了解这些东西？即使我们也都有办相关的会刊，我这份资料给您参考了。我知道了，但是我手上其实很多资料了，我也都有去找了。这个主要是这一个，这个当时我们只有做一个小小的，我们只有这一段刚好是垮下来，所以才把它做好。这样而已，其他都没动啊，是把里面的脏东西清掉而已啊。主要是文化局这边啦，打开就要破掉啊，需要协调的更多事情来做。无线也敲掉了，不是没有，我也学一下。不行，谁？没有动啊。希望的。我是希望就是就是不要有类似的事情再发生嘛。那这个相关的决议要让可能会在过程中做这些工程的单位知道，小心下头就是。对，那其实现在那个西部计划方案在都发局市长比较强势的督导之下，其实也据我了解啦，其实也蛮忽略这些历史文的。对，那他现在在重新跟那个接扩的方式啊，你可以预见就是都跟这些会矛盾。那新工处这样听起来，他这个好像是误打误撞跑到这个地方来，对呀、啊，只是里长说一下换个盖子，他跟那个林金荣那个案子是不一样的，跟那个工程署的也不是一样。另外一方面，其实我们有一个诉求是，觉得应该适当的给这些水稻一个文字身份了，因为否则现在西部计划那边的讨论啊，其实他可以完全忽略所有这个文字会议上面的。因为其实你没有明确的身份。对吧，他们有那些会议记录，他们都发局他们都有，就是过去我们开的那两年的会议上面。对，但是他们只要确认这个跟文字法相关权责无关，他是就关了。这位是王鼎武市长。你一来，我马上接到消息，我们的那一个是我们的街道，我们马上消息就说停了，马上就停了。我只是告诉你们，这个点就是前面一段被拆除的地方，可能你不太想看。不过这个真的是我是很委屈的来这里，我真的，我们来做工。这个事情跟你无关。对啊，但是我被人家骂的。这个事情我们很清楚，跟你无关，你只是执行。我只是跟你讲说，你刚刚说其他地方没有，因为我们刷下去哦，都这样而已。那就是民怨，难道你们这个高官是偷的？不然我把你的话说出去，不知道是谁。不是，你是包商还是？我跟你的经验说法，发出来的东西你都清楚，大家不要说。因为我们照片就在这里。不是，我没有挖呢，我只有这一段有。有倒掉，把它拿起来，其他我们都没有挖。我知道，你可以看到这里都没有挖。你看，从这里，对呀，到那里这段就不见了。没有，他也没有挖。这个相片是在那个角落，那个角落，相片是在那个转角。那在这里就是夹子，就到边这里就可以了。
到这个什么穿插的，对，好吧，现在就是完全是现场的，这里，因为劳动它是以后就变成了，还有它会。我没有说这里嘛，我也是先承接我说，可能那个地方转角你拍到的地方，对，我不了解，因为我那一块我没有在现场，但是我就跟你讲说这大部分状况都是，因为我们给厂商的钱哦，不会给他那个奖的钱，只有给盖子的钱而已，所以说跟老师你们。各位，我跟你报告一下，这个地方好像，那个尖道，那个地方好像当初有人家来有水坏掉了，对，水漏水，自来水来做，不是我们做，哦，我们从这里开始的，是，对。那你好像自来水有对，很明显嘛，哎，对，这个也是以前别的单位，这点我那可能这个地方可能是之前自来，因为这个是从这边的角度，现在这一块都已经从这里一直到。所以说你放心，我们不是怪人，真的绝对不是。不作为是，我们只是表达这个，而且我们也办过会谈。而且上次我们来哈，我请他帮我说，哎，那一块先不要动，你们也没有动。对啊，所以我们没有人在怪你们。对啊，我们而且感谢你们有配合。对啊，真的是感谢你们。我知道，这我知道。我们会刊过会刊吗？因为来会刊的人哦，就有些消息都要。对，有些决议他们也没传播，也没有执行这样。所以跟你们施工单位其实没有直接关系。对，所以没有人要怪你们。对啊，这个施工员。水温要怎么，甚至水温有点修改也有可能，按照未来的规划。但是现在他把它灌死了，灌就比较强暴雨来，它还要漫出来。是，对，所以这个是那个比较可惜的地方。但是它现在都已经米都煮成饭了，你看它都已经做到这样这一段了。但至少就其他，因为其实整个系统是全区了。至少就其他范围不要再做一样粗糙的。我们原来以为都是盖子哦，但是现在看起来哈，它盖子是间隔6公尺才一个盖子，它大部分它把它灌起来了，其实应该是大部分都是盖子，这样比较可以这个是活动。但是你把它灌死了以后当然也可以敲掉，不过你敲掉是一个大工程，而且你敲的过程可能就会比较伤到底下的那个城墙。好，那这个我们也觉得蛮遗憾的哈，他把它做的还蛮正式，你看还钢筋呢，做的比较正式。所以说放一两年我们不知道，到这可能放个5年4年都有可能的，钢筋都已经放上去了，可能它真的是。那如果这样的话就现在没有办法去改变它。有没有机会在秋月的大火烧伤的影响下去知道？我们103年是有来，我们当时的结论就是说，其实没有看到水道。有，看到那个转角，我们就知道说转角有，其他地方也有。所以上次的结论说，你不能去扰动它，啊，那你现在这样算不算扰动啊？现在我看起来是也没有扰动了，石头还在那里了。问题是你用这种灌水泥的方法，而不是说只是摆盖子随时可以拿走嘛，对不对？你现在把它灌了以后你要退除，你大概要大费周章，它粘住了，
那个报告委员，这个没有连接，这个可以拿起来。哦，好，好，很容易的拿起来，但是不会破坏到。你现在看到这里跟水泥要拿来换了，不是这一块比较特殊，因为这个那时候倒掉了，我们打开的时候都滑。这个没办法。这个也是小心就好了。可以敲起来。对。好吧，好吧，如果你的解释是这样的哈，我是觉得哈，能够尽量就是尽量轻就好，不要重啊，因为你下重手，以后你真的要去除，你真的麻烦了，你伤到那些石头，你知道吗？就尽量轻。那我原来还以为是很多很多的盖子啊，两三百个盖子，就发现现在盖子，是活动，盖子其实不多嘛，大部分是灌死的，啊，这个就比较，我说下手重了一点。台北市也有一种那个水沟盖是每一块都可以动的那一种啊，有没有？现在一定啊，长方形盖这个，拿得起来的。那个如果是在市区的话，车子怎么会咚咚摇？所以摇摆度就是噪音，所以现在都改。对，但是这个就下手重了嘛。也是现在这个。不过我是觉得啊，这个真假的这种历史。应该好好的做那个展示，因为它从原来的城墙，我们到那个基隆岸，对，还看到那个，又把它拿过来做布置，对，还有播种的那个，在这个就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。对，那我现在其实一直在想说，有没有可能在文字会上再讨论一次？是因为很担心西部计划那边，其实相关的委员会、统计的委员其实对这些真的不熟悉。那市府现在在讨论说，他们回馈的区位是这里好，那里好，其实也都没有在看这些，他看的就只是说哪里区位比较好。对，那假如说真的有机会，这个地方的开发比较是跟市政建设、社会发展有关的。刚刚郭老师说是一个环境有条件可以做，可是这个东西要可以发生，必须要有机制，那要有相关文字身份，那。那边他才会知道，否则我想各位都比我还熟悉。对啊，我觉得那个林局长现在都写那么多那样的 concept 吧，他其实应该要，他们应该要派人。对 他们自己要他的 idea 那么多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未来这里不管做什么，就是如果文化局这边这个给他的话，这个水沟应该可以给他一些加分。对，而不是减分的，对不对？让人家来看到说，哦，这个古时候曾经城墙石，第二曾经是监狱，啊，也继续执行排水沟的功能。这边有个，有个故事的，对，所以最重要，他现在还在用啊，对了，更重要啊，这个是监狱已经不用了，我，但是这个还在用啊。对，那这个都发局他要有想法，对，他要有想法。都发局有来了，有人来了，来来一位，我姓李，木子李。哦，李小姐，昨天晚上都有电话你们有想法吗？对这一块，我有跟那个老师那边讨论过，所以这个地方我们都市计划书都是会要留设开放空间，保留人行的通道，有这个空间。他就尽量让他在开放空间里面啊。对，只是说，因为他这个保存的方式是要限地或者是什么样，其实我们是觉得留给开发。他的单位去考虑啦，因为有几种方式，一种是限地的保留的展示，那一种是挖起来重新再找一个地方再展示这样。那个话题的代表，他们是说哈，他们有可能把它规划在未来的开放空间。对啊，我刚刚就讲开放。那这样就这两个就顶起来了哈。我开个玩笑哈，比如假定这里是开放空间，一盖玻璃，不，我这个马路的两边都是这种，对不对？用玻璃盖起来，哇，都看到了。改掉了，是不是现在还没有就是做的这个工程够改变空间？因为这部分都还没做嘛，就是把这些占地，就是这一段是原来是那个，就是还没有开放设施，真的改变。对。是，你换算成可能也有相当的空间，就会大会。海天，你记不记得那里一栋一栋，这里一栋一栋啊？那个盖完了之后，日本时代的盖完之后的那个开放空间就已经变封闭空间了。对，那时候已经保留，那时候要大费周章要浪费那些停车子那里，就南北向的。
其实上我就在那个转角的地方，当时都已经发现了。哦，那所以我才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们，还有我们这委员的，就说要四挖。哦，那最后没有四挖。哦，昨天电话里面跟人讲，四挖把几个水沟盖掀起，你都知道，但一直到现在都没有。结果到现在，哎，你刚刚有走过去看到这一排吗？对，你只要走到对面，会看得更清楚。那事实上，我们去年台风的时候，我们在南区那边也发现这样的情况。但因为没有全部挖起来，只是一个洞，就是在爱国动物另外一边，也看到这样的情况。所以我们相信这里是一个系统，不是光只有一个，一小段这样子。哎，我们去年就在那边也发现过。所以我们那时候今天文化局其实文字委员他们都有，哎，我等一下把记录开会记录给他们，哎，他们也建议说四挖，但是建议归建议，因为文字委员他们是有建议权的，但是没有办法可能他们执行，那结果到现在就不用四挖了，就直接开挖了。因为当时以为这里很快就可以。所以就依照要开发的单位把四挖掘的责任由开发单位，就是如果是国产署开发，就由国产署就要来做四挖掘。只是因为今年重新在讨论我们市政府要在哪个位置，所以这个案子是暂时又停摆下来，暂时正在停摆。只是说没有想到过程中会有那个里长建议这件事情，不然其实我们基本上是跟国产署谈好，就这个地区就是绿美化。是。我建议里长，其实我们当他们是有压力的，因为里长就一直那个嘛。但是市府为什么不能够对这个开发有个平台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不同人建议给你们的时候，不是只有单方面的，你满足了他，可是又去 impact。那所以我建议是说，其实现在以林副市长这边啊，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开发案嘛，应该有一个平台。那任何 information 进来，应该经过大家再看过，不然就真的很可惜啊。就是因为也不是 permanent 的东西，就做了这样的事情。我回去会建议这样。对，你也看一看也知道嘛，这就是道路的作用。在这外面道路，但是社区的这种，对，一般的道路，现在有1900条，然后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是用这种方式。上次做板南线的时候，板南线从挖深，郭老师，现在哈。这些还没有封起来的地方，也许他们都是临时盖起来，对不对？我建议哦，他现在有那种镀锌的那种水沟盖嘛，镀锌就是那种哦，做好看一点，哦，那个钱可能还比这个还便宜，就把它加盖。对，那也人也可以踏。对，那这些已经做一半的了，你觉得应该怎么办？很深嘛，他也没做一半，这可以拿掉吗？哦，这些做一半的也暂时就拿掉了。对啊，对，这段就下接，就停下，重新改变。我不认为这会影响排水了。已经排了100年了，有什么问题？反而封起来以后，反而大洪水。对对，1904年完成的，1904年完成，哎，现在111年了，现在2015。1000条，所以就这一段就不要做。我反而觉得假如真要清哦，我刚刚仔细试试看，挖一下，放在这边的泥哈，大概会有这么深。把它掏掉嘛。对啊，把泥土挑掏掉就好了。我刚刚就
就挖了一下，我等一下再试试看，再挖一挖。哎，这里有一个比较深的木头，我试试看。真的是把泥土挖基础好了，我很想挖的看看下面。因为深潜是个日据时代，而且以台北的水沟这样子淤泥算是非常少，非常非常的少，也没有脏。现在也不会有太多淤泥，因为现在没有人住，没有人住啊，没有家人了。我挖到手机哦，那现在哇，那个捷运在跑是在 B 三呢，转哎呀，我操 ，B 三好，你着急怎么会丢下去 ？B 二啊。这个维持，这个维持应该是有道理的哇，啊那因。